已经鉴定出两个超级简易了啊，问接下来的路该何去何从。已经鉴定了两个超级简易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都开心不起来，这俩超级简易能不能卖上300块是个问题。这俩超级简易不能说狗都不用吧，狗都不看，好在真正的超级简易在这儿啊。当你们说30块50块会因为老板接下来的展示两件装备觉得自己低俗了，卑鄙了，狗眼看人低了啊。超级简易之法防抗风加防御，超级简易之啊双防御一抗风，纯纯的三属性，包括这个啊都是三属性啊，防御抗风和法防呢都是有用的属性啊，这个啊双防御一抗风呢也是有用的。这老板以前也是个武林高手啊，看见了没啊，武林高手14段的破碎衣服还是利敏装加输出拉满加特技，帽子14段野兽之力，贵最关键的是套装满天花雨，用满天花雨套装的啊，高等级的没有垃圾啊，硬件都很高。嗯，老板说没有装逼的成分，这两个零食总共花了500块。500块你有啥装的？1000块钱卖不卖？老板卡机了。哦，兄弟们看错了，是500个出的俩啊，不是500块钱出的俩啊。